OK，我这把你怎么变成即非时常绿了？硬身份，这个颜色就很配上我的小棺材，就很显眼。来不来？来不来？故意走，来不来？故意走，杨肯老师。定，好好，我肯跟定。叨叨，我跟叨叨好啊。的，OK。刁德一和叨叨，刁德一和叨叨。OK，我这把一个谁呀？身份证转转走了，还有峰峰，峰刁德一。哎呀，那个张西西说他这把很硬，然后他说他自己单走去了，然后但是我在那个敬拜坑那个大喇叭那儿，他刚走没两步，我就看他已经倒在那儿了，我只看见了一个小脚脚跑，但是我没看到是谁，我的信息只知道是斗鱼故意和。石大壮吗？不是，和杨叨叨，然后他们两个去营地底下去对身份去了。那西西这一刀是谁刀的？报一下抱团信息过。啊，我这边在跟孙悟空跟铜珠，我们三个人从头到尾没动过。最后是谁走过来了？没注意，反正我们三个人是绝对没动过的，在敬拜坑右下角过。我这个尸体在哪？我又没听清楚。我是从顽童出生的，我跟老六一起，跟风一起，然后跟风这个风给我报了个身份，他就去西侧宝物室。当时还有珊珊和那个壮壮，好像是他们三个一起往西侧宝物室过去。然后我就刚好到了饭堂，这个时候就拍景了啊，过。我和珊珊在对身份，然后斗鱼老六在旁边偷听啊，但是我们三个应该都没有动这个刀啊。没有其他信息，我们在左上角的西侧宝物室那边啊，过。这边有小猪，然后还有猴哥、猪猪，然后还有后面最后来的是修可爱，在这个饭堂这儿，我是第四个到的吧，然后修可爱到了，就拍景了，我觉得有点快啊，是不是到了加拿大了，还是吃到加拿大了？过。这里是斗鱼老六发言，我这个位置起跳应该打的是猪大强，是蜘蛛，因为在我这个角度感觉他就是到了加拿大，好吧？秀可爱、石大壮、珊珊是我周围的四张牌，秀可爱刚下去没多久，好吧？我在西侧保护室过，故意发言，和叨叨全程在一块儿，往下走的时候遇到了猪大强和张西西，我们刚脱离你们两个的这个画面，啊，张西西。来了，你进来了，你跟我说有个小脚脚，这个小脚脚是谁啊？不好意思，就是你大强，不，应该就是大强吧？他讲张西西很硬，缺单子，他不就是加拿大哥吧？是这个，不是我听他的，我以为是，就是张西西给他报了身份，然后怎么讲？要么是。那种警长啊，好人带刀，要么就是加拿大哥。他说自己很硬，然后去单走了。你去跟他干嘛？你去找他干嘛？所以我怀疑大强跟过去就有问题。好吧，就算大强，应该没有，就算，因为，现在排下来就剩杨刀和故意。要从杨刀和故意里面投的话，我不确定啊。如果说朱大强自己都没看清的话，我选投大强过。顶楼上，哇！哦，是吧？这么快？我觉得可以出大墙。我视角里面那个脚层来看的话 ，CD 应该也差不多吧。我和那个壮壮复活在金麦坑那边，然后我俩说直接去对身份，然后就走到那个西侧宝物室，感觉也就三十多秒，差不多二三十秒的样子感觉。然后没聊两句，报警进来了。而且你那个位置的话，就刀完就个脚脚，我觉得跑不了那么快。怎么也得逮到吧你，然后我感觉有可能就是到加拿大了，我觉得可以出大墙啊，过了。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有个隐身狼过来给张西西刀了，对是不对？但是我和故意呢在一起，我俩又肯定不出隐身狼，那要么就是猪猪公主、孙悟空、同猪三郎，要么就是猪大强刀到了意大利鹅，对是不对？所以我这把肯定要归猪大强，这个应该没毛病啊，过来。真的有个小猪猪，为什么他说话有点？铜猪，你的发言有点问题。铜猪来饭堂，刚才来那个西侧宝物室，你的发言有点问题，所以铜猪会先过来饭堂，来饭堂，来饭堂。
抢墙，连环第一刀就斩加拿大。我其实箭头不是你，但是、那你为啥要刀我？别人也不来饭堂这边，我单独去找，有点累，就有点怪。对，哎呀，我看你在我身边徘徘徊徊、犹犹豫豫，我觉得你要刀我了。身份很硬，你确实硬得很、我的身份很硬。壮壮没，不好意思啊，故意发言，我就抿到你不对了啊。然后呢，跟着是大壮，但是大壮没有补刀，说明大壮不是他的队友啊，大概率不是啊。人是我刀的啊，珊珊上来一个人往上走，对吧？一直不来，我抿出来了啊，然后我喊着刀刀往上走的，我的意思就让他陪我啊，正好珊珊跟大壮过来，直接把他带走，清清爽爽。那这把投谁呢？这把其实不太好投啊，但是在我视角，我比较认老六，因为从老六这个地方是杀朱大强的，对吧？啊，老六，这把我铁信你啊。我讲一个很奇怪的事情，为什么这个紧急任务响了只有我才在做呀，其他人就跑过来跟着我，然后就没了。我这边是有猪猪、老六、猴哥，但猴哥应该是好人，要不然猴哥没有必要这样保我。嗯，然后猪猪也是全程从第一轮就跟我在一块的，第一轮还有小温都我们也在一块。嗯，然后这一轮加进来老六，反正那个倒的人就是马老师自己认的嘛，那故意这刀你们自己评判。他喊人刀我，最后他又把珊珊刀了，这么痒啊，这个帽子勒得我这么头好痒，顶楼上哇，他把什么带了、故意这个面刀是什么操作呢？对吧，他说珊珊有问题直接不去跟他刀了，那珊珊又跟壮壮在一起，壮壮又没有补刀，那珊珊真的是坏坏吗？还是故意是坏坏？故意首先是有刀的，刺客还没死，那刺客要么二选一猜一手。我先过吧，这里没什么信息，就是故意直接过去给珊珊刀了，然后珊珊跟壮壮大壮在一起。就是睁眼就开机就直播了。我听着杨刀这段发言不是很好，我觉得斗鱼故意，我头发都拉了，他知道自爆，我在我这里身份还是可以的，说实话。我这把跟斗鱼老六跟着同猪跑，然后当时在那个金马坑右边一大堆人，任务紧急任务响了，我们去的营地过了。我在饭堂跟小文都一起，然后肉起了刀刀和故意就往前跑，但是我没看到是故意的，我就看到壮壮过来的时候，我们往上跑，那个鸡腿就已经倒在那里了。故意说他是他刀的，小文都我没看到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。然后他们是其他四个人在一起，那这个投谁嘛？不，本来我以为故意进来会脏我一手，说是我刀的，因为他说了一句大壮逮刀，就我以为他要脏是我刀的。我和三三我们上一局结束的时候说好了去西侧宝物室对身份啊，三三跟我说他的身份可以自证，这个时候紧急任务想起来了，我抱了一个鸡腿我就开始去做任务，这时候故意冲上来帮一下子把三三就给刀死了，然后他说了一句大壮逮刀啊，我不认呐、我真不认啊，这样三三都能说他能自证了，说的这么明显，对吧？要不是紧急任务，我俩都已经把身份给互换了，对，我们两个已经聊上了，然后故意上来就把他给刀了啊。我觉得这肯定不是好刀啊，我这票挂故意身上了，过。小文都发言确实如大壮所说，我刚刚是真的听到了有就是故意刀了之后他说大壮逮到，我刚才以为是他们是不是想三郎进行双刀还是怎么样，因为我跟小可还是站在后面的嘛，我们是准备要上去拿鸡腿啊喂任务的，但那个时候他就算出刀了，然后他进来就认了这一刀，搞了我有点懵了说实话，然后大壮竟然也踩他，杨刀刀也刚刚发言有点像在让刺客猜的感觉，我有点不想认这刀啊，老六归票吧。
Amazing。老六不讲话，装高手。全是余额。同珠孙悟空划水啊！同珠孙悟空划水啊！同珠你们好人在打我，好人太 low 了，太 low 了，太 low 了，太 low 了。余额。看一下怎么这么太敏感了呀，马老师，我关掉啊。嗯，没被狼刀，很被自己人刀了，很倒霉。你他妈的狗也杀呀！小猪，你在这个营地底下，首先杀了一个老六，然后又杀了一个铜猪啊，土猪猪，然后。网红死了，红猪是网红，够不够硬？猪猪猪，哇，硬，猴哥真硬。网红是最后一个死的，先死的是老六，老六在那逮着猪猪公主说：“猪猪公主，我好饿，我好饿。”然后猪猪公主一刀给他砍了。大壮为什么没有死？那就是大壮和猪猪公主双狼嘛，对吧？那就这把先出猪猪公主，然后。大壮在顺位出，可能出不去了。假如说有了猎鹰的话，可能就不是好人的局了。我们先试试看吧，能不能把猪猪公主出出去？我猴哥最剩下一个应该要么是修可，还有什么小文都，这两个应该再出一个好人过来。我家可能杀我的狗嘛，是不是？红红，你这个你死了不用怪我，我你死了的时候我老伤心了。但是我就只能守着你的事把铜猪杀了，弃票弃票过了过了，上把我可没弃票，上把俩弃票过了。我先挂票，因为其他人我不能保证就是谁是好人。首先我给小温度报了身份，我们俩去拿鸡腿。但是壮壮虽然死的情况下，壮壮我觉得他不，我觉得他不认为他是完了没有，我跟拍景是好人。啥给拿集合呀？啥给？小文都是坏的吗？那个刚刚后后死的位置集合。OK。怎么说？哥哥，谁是猎鹰？谁是猎鹰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刀人嘛，见人就刀嘛。我们是守着，我们是守着头是神明刀。别给！走走走，这猴哥，这猴哥，这猴哥！就对他，猴哥，可怜的猴哥！哎呀，什么东西什么呀？猎鹰，我勒个这！哎呀！我拍下空格。过来直接刀到猴哥了，壮壮是个坏的。哎、壮壮你跑就行了，不是呀，石大壮你啊！哦，大开杀戒，你躲到屋里，我不跟你组队了，你太 low 了，你太 low 了，你太 low 了，我不跟你组队了，你这都不保我，太 low 了，我不会再跟你组队了，保不了，带刀怎么保？你太 low 了，太 low 了，这把有刀没刀都不跟你组队了，你都不保我的，切。小心不小心按的空格到了红哥，你不信我，你不信我，你不信我故意，你知道吧？我知道，你按的空格。